战争之矛，和平之盾，兵器世界，观古论今。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好，今天来到演播室两位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军事专家邵永玲教授，欢迎邵老师，还有一位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老师，欢迎魏老师。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今年的7月1号，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100周年的华诞。就在6月29号的时候呢，中国邮政发行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邮票。这套邮票啊，全套是20枚，其中的一枚呢，内容为强军兴军。而这枚邮票呢，和我们的火箭军也有着关系。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邮票。东风41导弹作为火箭军的代表装备被印入其中。大国重器，能战方能止战。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陆基机动采用固体燃料发动机的洲际弹道导弹，东风41导弹代表了我国最先进、最具有威慑力的核打击力量。而行进在强军伟大征途上的人民火箭军，则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好，原来这枚小小的邮票上呢，有这么大的一个玄机啊！邮票上有东风41导弹车。邵老师来给我们说一下，我们东风41导弹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啊？为何如此引人关注？其实东风41呢，它是一款重型车载机动发射的洲际导弹，可能咱们一看就觉得它特别大啊，因为和东风41在70周年阅兵式上同时展示的还有东风31甲。我们看呢，东风31甲呢，它相对来说就比东风41要小很多，因为东风41呢，它的那个导弹很长，这个发射车呢有点装不下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把那个驾驶室一分为二，就是为了让它能够在那个车上装甲。所以它应该说作为固体燃料车载机动发射的洲际导弹，它确实是一个大块头，比我们之前的东风31甲确实是明显的大出了很多。虽然看着很大，但是它明显没有东风5B 大啊，没有东5B 大，这是为什么呢？对，你这个问题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大小其实它也是一个相对的。我们之所以把它和东风31甲比，是因为它们都是车载机动发射，都是固体燃料，相比之下东风41特别大。但是呢，如果你要和东5B 相比呢，你又觉得东风41没那么大了，东5B 才是真正的大块头。其实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东5B 它使用的是液体燃料。那液体燃料呢，相对来说这个导弹的块头就会更大，当然它的推力也更大，也就是说有效载荷东5B 应该是超过东风41的，就是因为它是液体燃料嘛。那我们看呢，俄罗斯它现在不是正在研发萨尔马特吗？那它为什么搞萨尔马特呢？萨尔马特实际上就是液体燃料，它就是想造一款重型的洲际导弹，但是像什么白杨 M 啊、雅尔斯啊都不行，它是固体燃料车载机动发射的，就是不可能造得特别大，所以它反过头来呢又去发展液体燃料的洲际导弹。刚才邵老师提到了，那么东风41呢，它是一个大块头，其实大块头呢不仅有大智慧，它也有大的威力。现在的东风41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动起来跑起来，可以利用这种隐蔽式的洞库，包括复杂的公路网，那么进行这种机动部署。那么对方的间谍卫星也好，侦察卫星也好，想发现它的这种固定的部署位置就会变得难上加难。所以它的这种发射的阵地或者说发射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有更为灵活性的选择。除了这个个头上比较大之外啊，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呢，它现在发展的好像这个多弹头的能力越来越强啊。邵老师，这方面你有观察吗？确实是，多弹头应该说现在也是一个趋势。那我们的东5B是一款分导式多弹头的洲际导弹，这是在93阅兵的时候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分导式多弹头呢，它的特点就是简单的说吧，就是一枚导弹可以当做多枚导弹使用。就是说我虽然发射了一枚导弹，但是我有五六个弹头，而且每一个弹头呢它都可以攻击独立的目标。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洲际导弹的攻击效率就一下子提高了。
你单弹头的时候，你一枚导弹打一个目标，那我现在多弹头，比如说我有十个弹头，那我可以打十个目标，所以对于这个攻击的效率来讲，分导式多弹头它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而且它的突防能力也更强。你比如说你的导弹防御系统，你本来是拦截我一枚洲际导弹，那我一下子就冒出来十个弹头，你怎么拦截呢？对呀，那你的拦截难度也提高了，所以它也是一种突防手段。明白。而且这些这个分弹头啊，或者说叫这个子弹头当中呢，还可能有虚假的，对吧？有这种诱骗性质的，这样给拦截难度又增加了很多啊。另外，邵老师，最近的《华盛顿邮报》爆出来一则新闻啊，非常的引人关注。我们知道，在之前呢，出现过一个所谓的福建土楼事件啊，那个时候是他把我们的福建土楼这种圆形的这种建筑认为是核反应堆。这次他们把我们的这个风力发电的这个装置，它的基础呢，认为是这个导弹发射井，是吧？等于弄了一个升级版的福建土楼事件啊。那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其实它是一个商业卫星图片，然后呢，他们就判断说啊，这个井都很密集，好像那个间距都差不多，应该就是咱们的东风导弹发射井，而且还特别提到是东风41。实际上呢，我们说了，东风41它是机动发射的，所以这个发射井跟东风41其实是没什么关系。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建发射井也不会那么一目了然，怎么可能说商业卫星都能看得出来呢？这个发射井的建设呢，肯定还是要选择比较隐蔽的地方，就是最起码来说，你这种航天侦察不可能一目了然，然后你还要有很多的隐蔽措施，所以呢，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误判，比如说就像当年的福建土楼一样，他一看哇，中国有这么多核反应堆，其实可能是一些民用的一些设施，他把它研判为是导弹发射井。这个问题东旭你怎么看？从媒体观察的角度，美国人是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不是发射井吗？他们为什么要爆出来这样的新闻？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就是学艺不精，就是刚才邵老师提到的，他其实是在相关的地区正在建这个风力的发电机，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他要打基础，所以呢我看起来是圆圆的，然后呢比较密集。正常来讲，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不可能如此的密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一枚核弹砸下来，可能几十个这个弹道导弹的发射井都被打坏了，代价太大了。对，代价太大了，不可能如此的密集。第二个原因呢，我认为是有意炒作，有意。对，现在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是希望为我们贴上一些所谓的这种危险的标签儿，所以呢，会把一些民用设施，从卫星图片上来看，圆圆的，有点像这个弹道导弹发射井，所以它就是一种强行贴标签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认为智商实在是太低了，因为正常人一看就不可能是这种保密的军事设施，因为这个目标实在是太明显了，而且过于密集。是的啊，这个明知故传，那背后什么目的呢？我想我们可以保持一个观察的心态哈。好，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东风41车载的洲际弹道导弹，其实还有一款利器呢，也值得我们关注，它就是东风17。在人民火箭军装备的东风家族中，东风17导弹备受瞩目。与常见的圆锥形弹头不同，东风17导弹采用了非常奇特的三棱锥形弹头，并且在弹头尾部加装有弹翼。东风17导弹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等特点，是新一代中近程打击力量中的尖兵利器，是未来战场决战决胜的先锋利刃。好，刚才短片当中讲到了东风17，其实从2019年大阅兵之后呢，东风17就成为了大家非常关注的一款突防利器啊。为什么会如此受关注？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也特别的惊喜，就是之前大家其实真的不知道东风17，就不知道我们已经研发出这样一款跟传统的弹道导弹不一样的导弹。因为传统的弹道导弹我们看的它是大气层内，然后大气层外再重返大气层，它实际上是一个椭圆形的抛物线的弹道。但是东风17呢，它和传统的弹道导弹
它的走的线路是不一样的。传统的这个弹道导弹圆锥形的弹头，我们看这个东风十七，它的外形有点像一个颇具有科幻色彩的一个小飞机，所以我认为它的外形不按套路出牌，它的飞行方式不按套路出牌。既然不按套路出牌，以前按照套路设置的反导系统对它就没有办法。所以说呢，东风十七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突防能力特别强。因为现在应该说反导系统的发展呢，不仅是军事强国有，甚至说不是那么强的国家也有反导系统了，那我们肯定要在突防方面有一些考虑。那么东风十七应该说就是对这样的一种态势的一种回应，就是说反导系统在我们周边发展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发展导弹的突防能力。你的雷达不好发现了，包括最开始的这个预警卫星也不好探测。即使你有雷达系统能够看到它一段的飞行轨迹，但是对于下一秒它出现在哪里，你心中是没有谱的。那么和巡航导弹相比呢，飞行速度又非常快，突防能力又很强，所以呢，它可以说把其他导弹的系统的优势集成到了自己的身上。然后呢，我这个成波体气动外形又特别好，我还可以机动，机动的范围又很大，所以对于传统的反导系统来说，那东风十七呢，我就是让你无法发现无法跟踪，它直接针对的是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机理。当然这个突防也有很多办法，是就是传统的弹道导弹它也有突防的办法，但是呢东风十七我觉得它是一种类似于釜底抽薪的方式，就是说从根本上，哎，从根本上我就让你看不到我，让你无法跟踪我。那传统的弹道导弹呢，它使用的办法其实还是传统的办法，人家还是可以发现你，只是增加了拦截的难度。好，所以经过您的解释我明白了，这个东风十七确实是很难拦截，而且有可能是拦无可拦，对吧？另外我们看到最近有一部这个剧集啊非常火爆，叫号手就位啊。对，在这个发射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最少需要四个人就够了，这是剧情啊，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我认为这个艺术作品可能是源于真实，但是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虚构。首先呢，就是所用的这个操作人员越来越少，这说明整个的导弹的发射平台的自动化程度和智能化的水平会变得更高。比如说它可以在广阔的区域进行机动，然后呢随停随打，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有效地躲避对方的这种打击火力，也可以实现这种多阵地的发射。其实说到这个自动化的问题哈，我就想起来我们一个说法，就是六十年代的时候包括到七十年代，说起这个战略导弹部队是千人一杆枪，对对，就是说你要发射一枚导弹，对，一千个人，现在呢那当然是非常非常少了，我觉得几个人可能略微夸张了一点，但是绝对不会很多，因为现在这个武器平台它的自动化程度确实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一个发射车，它可以运输，可以起束，可以发射，就是一台车就可以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那过去呢可能需要若干台车，比如说当年这个东三的时候还先用牵引车拉过来，还专门用一个东西把它再竖起来，非常非常麻烦。现在呢确实是自动化程度太高太高了。好，刚才和两位嘉宾呢已经讨论了两款导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这款导弹的核常兼备啊，东风二十六。东风家族，人丁旺，战力强。2015年首次亮相的东风二十六导弹，已经算得上是有些资历的东风队员了。东风二十六中程弹道导弹，战斗部核常兼备，打击目标陆海兼顾，具备跨区无依托机动发射能力。能够对多种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精益之气，可固山河。导弹发展越快，对导弹发射车、导弹阵地构筑的要求就越高。因此高新技术正在不断融入导弹发射车的改进和导弹阵地的建设之中，为大国长剑保驾护航。好，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东风二十六啊这款核常兼备的导弹，邵老师怎么解读？它是我们一款射程比较远的常规弹道导弹。其实常规导弹它的射程不是简单的说你用一个大的发动机就可以了，其实关键是因为它打得准。
正因为打得准，所以我们才能够让它打那么远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另外呢，刚才你也说了，它是核常兼备。其实我们看到东风26的发展，它和我们以往的这个导弹发展思路就不太一样。我们原来呢是先有一个基本型，然后呢不断的去升级，比如说基本型，然后什么 A 型、B 型、C 型，就是A 型肯定比基本型要好嘛，B 型呢比 A 型要好，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升级换代的。但是我们东风26呢，实际上是同时推出了几种型号，比如说有核弹头、有常规弹头、有反舰型，就是至少它有三个型号，相当于是平推。其实这个呢也是世界先进的军事国家一种普遍的做法，就是说它利用一个发射平台，它可以呢有多种战斗部，这样的话呢在作战运用上它就会更加的灵活。另外呢，东风26也是我们国家一款可以无依托发射的机动式弹道导弹。因为过去说到机动发射，其实它还是要依托固定阵地，东风26应该说是可以没有预设阵地了，真正做到了我走到哪儿打到哪儿，可以用导弹的去打游击战。另外，邵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导弹的发射方式也不断的在迭代发展啊，这方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一开始的导弹呢，它是在地面发射，就是地面有个发射架，所以我们看像咱们这个东三、什么东二，它都是地面发射架，要把导弹呢从这个洞窟里边拉出来、拖出来，这样哎，再把它对，这个非常非常复杂，然后再把它竖到那个发射架上。说不安全，对，这种其实是特别容易遭到打击，尤其是那个液体燃料，你加注的时间很长。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一旦被别人发现了，那你可能就没有什么生存能力了。那后来呢，就开始井式发射，就是建发射井，把这个导弹呢放到井里边。放到井里面的好处呢，就是它的戒备状态很高，基本上就是万事俱备了，你只要摁个按钮，差不多就能发射。所以说这个地下井这个这种方式呢，就是相对于地面来讲，它更方便，而且呢比地面那种赤裸裸的暴露，它肯定还是有一些隐蔽性嘛，就相对来说它又安全了。但是这个安全呢，它是相对的。那你说你时间长了，特别是航天技术发展起来了，那大家还是可以发现你这个固定的发射井的，因为发射井它不能动啊，所以后来觉得发射井也不太安全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动起来，就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公路机动、铁路机动，所以想了很多很多办法，其实都是要解决这种生存问题。当然从现在来看呢，我们这种车载机动发射，这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办法，就是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导弹的生存问题。这个导弹车现在的这个升级换代也是大家最关注的，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导弹车现在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换代，就是因为导弹的个头大了，而且呢，对于这种机动部署的这种弹道导弹，它的这种隐蔽性或者说机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看原来的一些拖车的设计，可能行驶的速度会稍微的慢一些。那么现在呢，采用这种一体化的这个平台，比如说八轴的这样的一些运输车，它很多的这种配套的和保障的设备，包括信息化的这样的一些传输的系统，都是在一个平台上进行集成。除此之外呢，行驶的速度更快，而且呢，也可以保证这种平稳和高速的一个运行。其实就像刚才邵老师提到的，导弹想打游击战，必须要跑得快。其实我们看呢，就是两次阅兵啊，一个是50周年阅兵，就是99年，还有就是2009年的60周年阅兵。其实你一看，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发射车不一样了。我们在99年阅兵的时候，它还是一个拖挂车，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牵引车的那个性质的。但是到了60周年阅兵的时候，都是一体化发射车。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因为一体化发射车，不仅它需要的人员少，它的反应速度更快，而且就是它的通行能力更强，就是不需要那么高级的路面了，可能相对低一点的公路它也可以通行，所以也就是说它的机动性会更好。另外我们在现在这个电视剧皓首就位里面也看到了，就是这个导弹的这个洞库啊，一打开让大家真是眼界大开啊！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吗？根据您的了解，导弹洞库肯定是保密程度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这种导弹的属性，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配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它进行猜测。首先，导弹洞库的内部一定是非常坚固的，因为首先是要对于导弹的这个储存呐、甚至包括这种短距离的运输，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隐蔽作用。当然呢，还要
经得住外部的这种空袭或者是精确制导武器的打击。除此之外呢，它里面可能对于导弹的这种调试啊、测试啊，甚至包括为发射车去吊装导弹都要有配套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可以说呢是一个地下的或者山洞当中的这种高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大本营。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东风26，我认为如果说和导弹洞库进行结合，它可以更好的隐蔽，也可以更好的保障。细微之处见真章。今天通过邵老师和魏老师的分析，我们已经能够看出火箭军现在的装备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而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呢，我们火箭军已经形成了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力量。应该说，它是我们强国梦、强军梦的实力支撑和坚强盾牌。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